没有，我这不是因为他，是因为我们要不要，因为还没有出来，就是让要让人家感觉有点那个，你知道那种感觉。他老师没在怕，敢是没有让他来啊，已经确定啊，确实。那如果想要俊俊帮他录音可以啊，俊俊牺牲一点的，我们再跟他算钱。对啊，那没问题。你说，最近看一个那个拉丁美洲的 freestyle 的比赛，在Disney Plus上面的节目。然后他冠军就送他，就拿一个那个麦克风，然后是手指，超屌。说他是这样，他手上看到过，就是麦克风，他握把上面有手指，帅。可是那节目蛮冷，就全部都在比 freestyle， 然后每个都超屌，超屌。手上有麦克风，我想要。帅，我以前从来没想过。很帅。之前那个有个摇滚歌手，冰冷的麦克风，这场游戏最后变最后是他小妹的 play， 只为了展示全力的画马，画的怎么摆？两口这样，那个玛丽莲曼森。